咱们在刚刚的时候呢，把 Python 操作烧烤语句它的查询呢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主要呢就是增删改查，咱们只说了一个查，那还有增删改呢。那么增删改，同学们，我告诉你，他们三个可以划分为一类，唯独什么不一样呢？烧烤语句不一样，还有一丁点不一样。所谓的增删改，请问是不是意味着要动数据库？我要去修改吧，你不管是添加，估计是修改吗？修改也是修改，删除不是也是修改吗？就说你查询是不会修改数据库的，而增删改的任何一种操作，数据库都会变动。那么因此呢，它就牵扯这个问题，有可能我需要反悔了，也有可能我确定是要这么做。那么因此呢，它需要加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commit， 就是提交啊 ，commit 提交。那么你先执行烧烤语句，你该怎么查的怎么查，你该怎么做的怎么做。但唯独一点是，当你做完之后呢，切记通过链接对象点 commit， 而不是游标。你通过游标来处理这个事情，你通过呢链接对象呢最终来 commit， 听懂意思了吧？只要一 commit， 你刚刚在 commit 之前所有的增删改都会生效。你只要不 commit， 不好意思，一点用没有。啊，就没有反应，它不会真正存储。因为数据库里边有个操作是什么呢？你要是增删改，你一定要去确定；你要是反悔了，你还可以后悔。听懂我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不一样啊，它是不一样的。好了，那么看这，想要完成一个增删改，同学们其实很简单，看出来咱们再来一遍啊 ，Python 3 from pmysql 然后呢 import connect，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啊，这个咱们不需要手动写啊，同学们直接拿过去。拿过去之后，我看一下 CS1 是不是一个对象 ？OK， 是一个对象啊。那么就是 curse1 了 ，CS1 点 execute 是不是来执行烧烤语句了吧？执行一个什么烧烤语句啊？来，同学们，咱们插一条数据试试 ，insert into 叫 goose 叫什么呢 ？caters， 然后后面写个名吧，写个叫做 name， 是不是后边写上 values？ 是不是后边是不是再来个信息了吧？再来个信息啊，来，咱们再来个信息，比方说叫什么名字呢？叫比方说叫这个啊硬盘。是吧？硬盘，后来叫硬盘 new 啊，新的。为了防止它之前已经有了，同学们，我接下来执行这个烧烤语句了啊，三二一，走。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起到这，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为什么它挂了呢？是因为你这个东西毕竟现在是放到最外边的这个双引号里边，是不是当做一个字符串？你从双引号从这开始到这，这是一个字符串，从这开始到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字符串？中间就完了呗，即双引号之间又嵌到双引号，是不是不对啊？这才是核心问题。怎么解？第一种，把里边这一对换成单引号也行，把外边这一对换成单引号是不是都可以啊？但是我不想这么多，因为这么多有点 low， 我还得改。一二。这种时候我这里边万一是在出现双引号，万一在出现单引号，请问还有问题吗？不用改了，你想出现多少个爱出现多少个出现，请问这种方式是不是就解了？好了，三二一，走。大家没发现 execute 是不是又有个结果？是不是像在刚刚生效了一行呀？来打开那个终端查 select 星 from goose 啊 goose， 接下来叫什么呢 caters硬盘丢呢？我写错了吗？没有写错吧？同学们看账，我再来一个东西啊，再来一个东西叫做so create table 叫做什么了？这个表叫做 goose 下划线 caters cets 啊，走，这个值是几啊？看好了，再来一个，我再插一个硬盘二，再插一个硬盘三。回个头去，什么？这个值确确实实是在递增。那为什么它在递增，但是确实数据还没进去了，对吧？第一个问题，你没有 commit， 那么它就不会真正的保存数据，它不会真正的保存。但是理论上讲，其实它已经拿到了请求了，但是它就是等着你执行 commit。你只要不执行 commit， 不好意思，那句就不执行。听懂意思了吧？那他为什么没有执行 commit 的时候，他依然还要这么做呢？
同学们，我就问一个问题，咱们当前是单任务吧，用户是并发了，是否意味着我有可能好多个客户端一起往里边插入数据啊？那么你插的时候它不变，它插的时候它也不变，它插的时候它也不变，反而你们最终都叫 commit， 那是不是完了？那不也是个道理吗？所以说呢，当你们即使没有再去掉 commit 的时候，其实这个 auto increment 这个值呢是在递增的，为的就是防止了要是并发的时候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就是为了防止并发。 MySQL 呢其实呢它已经有了各种什么锁呀，南原来不是说过是不是它有什么东西叫做行级锁，对不对？很多东西它都已经上了锁了，防止并发的时候出问题。但是呢同学们，咱们现在毕竟是单任务，所以说这个地方它这个值递增是不是对咱们现在是没有任何用处吧，并发就出来了啊，并发的时候就有了。好了，自己看，我此时如果要是想要真正的确定怎么着呢，你这个链接对象点 commit 321走，你接下来再去查数据啊， select 星 from goods 的接下来 characters 是不是这三个是不是一起就进来了吧？那么也就是说 commit 是来最终提交你真正要做的数据的这个请求，不管你刚刚在 commit 执行的是增删改的哪一种，那么你只要 commit 它就真正的让数据库生效，听懂我意思了吧？切记同学们，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添加更新删除这三种任何一种，最终你一定要 commit 提交，听懂意思了？这种情况下保证数据没有问题。那有人说东哥，我要是后悔了呢？就这个例子看啊，我本来是要这个什么呢，添加硬盘4起来，又来了硬盘3，我接下来如果我要是再写上真正的硬盘4的话，请问我接下来 commit 会怎么着？3和4是不是一起会提交？那这就很尴尬了。怎么做的呢？你别 commit 了，你只要 commit 3一定提交了，怎么呢？ rollback 滚回去，就这意思，滚回去。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再看，我再 commit， 我再4，我再去 commit， commit，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就这个事了吧？否则的话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出现一次多一次3啊，对不对同学们？没错呀。 ID 为什么是16？他已经递增了就不会再倒回去啊，你听懂了吗？就不能再倒，只一根筋的往前走。同学们，要是咱们通过社口语句，就说啊，一定有个社口语句能够把这个 auto increment 的这个变量给它拉回去，就是放的更小点，请问你能这么多吗？我原来说过不要这么多，虽然语法是没问题，但是你这么多会出问题啊。你明明刚刚到了19了，但是你发现了我刚刚我要撤销，你就把那个字推回去了，但是推回去的是不是有可能接下来别人是不是接下来有可能也会用的那个值了吧？那万一叫他重复了怎么办呢？所以说你就让他一根筋的往前走，绝对不会有问题，否则你就挂，必挂无疑，听清楚了，不要随便改，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就行了。好同学们，现在知道怎么对数据这个增删改的时候一个流程了吧？执行你的社会语句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增删改都行，但是最终呢你要是反悔了，用 rollback 可以返回。如果你要是 commit 了，你接下来刚刚执行的所有的增删改全部立马生效，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这个地方来切记，这是关于增删改的基本用处。同学们，咱们回到这儿copy 一份 VIM02， 然后03，这个什么呢？这个比方说添加一个数据，添加一个商品分类点 py VIM03， 同学们怎么加？来再加功能吧， YYP WW 换成4，然后这个是往后删什么分类？是商品分类是吧？添加一个商品分类，好了，4。请问我接下来是不是大体的方向是不是 Y？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接下来 P 下的了吧？把它改成4，然后这是添加品牌分类，那么就不叫售了 ADD。那么我在哪个地方写的什么？一般呀，你写的这个方法呀，就最好是不是让它挨在一起？听懂了吧？就是物以类聚嘛。那么差不多都是什么功能呢？就挨在一起 ，if 挨着。brands， 然后呢 self， 接下来添加，来同学们，那
想一下啊，刚没看见。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有个 circle， 一二三，一二三。如果你将来写的复杂的话，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这么写吧？那么 insert into， 然后叫到 goods 啊，开啊叫什么了 brands， 然后接下来写上 name， 然后接下来写上 values， 接下来一对括号双引号，这里边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那个名字啊？这个道理吧，不就是 item 下面 name，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item 下面 name， 可以吧？ circle 语句不就来了吗？ circle 语句来了之后，咱们接下来通过 self 点 execute control n， 然后接下来然后 execute circle， 咱们还需要这个吧？咱们是不是需要这个？这个是不是查询的时候是不是还有 fetch all 啊？所以说通过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不行了吧？咱怎么的啊？自己手动执行这个语句啊，自己手动执行这个语句。好的吗？执行完之后，切记还有个东西叫 self 点 connect 点 commit， 是不是要提交？否则是不生效的啊，否则是不生效的。来，咱们看这，既然是 add 的话，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个名字？是不是传到这里边去？接下来是不是它在往里边走了吧？如果你要是没给它传名的，那么同学们，第一种方案，你在这个地方你再来个 input； 第二种方案，你把那个功能直接封装到里边去，是不是也可以啊？啊，思来想来想去的话，最终咱们怎么着呢？啊，思前想后，最终放在这里边，放在这里边啊，让它更具封装性，让别人不用你，你就对自己给自己啊啊，输入新商品分类的名称，然后比方说 item name 等于它，来 dw 这个单词删掉 ，xx 可以了哈，试一下呗，拍三。走起，先看一下所有的商品品牌，走。然后呢，几呢？四，添加，请输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这个啊，外星人，对，外星人。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has no excuse？ 哎呦，为啥呀？他妈，刚刚漏了个问题，为啥呀？哦，原来咱们这个 excuse 是游标能执行的吧？是吧？咱们原来是想写这个了，但是呢，写了一半我突然想起来了，要是写这个的话，那将来岂不是意味着查询数据吗？咱明明是添加数据，查什么呀？你说是吧？所以说怎么的，应该是写游标吧？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小少了一个叫做CURSOR， 是不是他点 execute 呀？四，添加叫什么了？叫外星人，外星人几呢？三。是不是添加了、啊、你就设想一个场景，你往大了想，如果我要是设想场景，我眼前现在看的是个带界面了啊，我点一个添加，我点一个删除，请问是不是最终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让 Python 程序是操作数据库了吧？分散改都能行，大家想想，我添加可以了，然后我查询可以了，修改和删除是不是按理说是不是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嘛啊，你就尽管放心，那就可以了。好了，那么基本的功能同学们咱们就说到这啊，说到这儿。登三改，切记，想要反悔了用 rollback， 想要确定提交用 commit， 听懂了吗？基本的操作就是这样。